露营的人很像穿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看到一个还蛮好。好喽，现在来到地毯区。我刚刚有提过了，那如果。嗨，大家。我是 AD 马。对，嗨，大家，我是 AD 马。今天带大家来逛逛伊蒂亚啦。那放寒假了，妈妈稍微有空一点点。今天来逛伊蒂亚主要的目的就是找找灵感啦。那因为露营的东西其实在伊蒂亚里面也可以找到很适合的，而且伊蒂亚的价钱也算蛮平价的。露营很多用品啊，都单价都挺高的。有时候呢，预算真的有限的时候，可以来这边找到适合的露营用品。那我现在在台中店，我们就直接先攻到家事部好了，三楼家事部比较适合找到露营用品，走吧，走。好，已经有过年的气息来了。就是我看过日本的有一个 YouTuber 啊，拿这组小朋友的锅具玩具五件组拿去煮，然后真的可以煮。哎，499，煮意大利面，煮东西，煎东西。对，这小朋友玩具哦。对，他拿来煮哦。这是刚刚他的材质，我看一下。妈妈，这个我们家没有。它是不锈钢的，不锈钢的。这床帮我放。好，应该是可以玩了。妈妈，这个。妈妈，可爱。帮我拿披萨。蛮抢手的，收纳盒，可是他要自己组装。然后它的产地是波兰，199，然后它是两层的木架，然后这个都要自己 DIY 哦。然后这个小收纳盒149，很小哎，23公分，一样，这都要自己组装哦。你讲说就是像这种洞洞啊，这东西你在钻洞的时候，过程很容易会整个裂开。我有看到人家这样留言，我是自己没有用过啦。妈，这个，因为这个都要自己钉嘛。这个可以挂在那个帐篷里面啊，挂着用 S 钩这样挂着，然后你上面要摆假花啊，或者是瓶子啊，我觉得这个蛮 OK 的哎。这个，而且这颜色麻布的，再来，带我去吃。对，好，它是玻璃装的，这个其实可以拿来收藏，就是插插花啊，然后装饰用这样子。喝完之后你可以在上面打一个洞，然后里面放煤油，然后再放个灯芯，然后点个火就变成一个油灯这样子，其实很有气氛，也有自己的特色。179，这个我们家也有，就很百搭。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没办法拆，如果它这个可以拆的话更好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如果它这个支架可以拆的话，就变成一根独立的架子，就变成可以两用。不过 IKEA 就是它就是一组这样子。国外的 YouTuber 用这个沥水篮烧柴火，就在这边烧啊，就在上面放着木材啊什么的，然后这样烧，还蛮多人这样做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这边烧木材啊、木炭什么的，然后它收起来其实也蛮方便的。
这也是不错点子，看出来啊。这个新品的砧板它就是有点像拼接的，就是木纹比较不一样这样子，不错哎哈，249。这桌灯很可爱，其实，可是它真的好大，它是很大，而且它是插电的。然后价格569，这个桌灯，我是这样觉得啊，因为它要插电，第一个在录影的地方插，为了这个灯还要再牺牲一个插座，就有点麻烦了。再来就是它真的太大了，不好收，所以好看。不适合露营用。露营的时候，灯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多半我们就是靠这些灯光来维持那一点点的温暖跟希望，好吗？露营的时候就是夜晚的时候最迷人啊。所以来再看这个降价了，899，看一下哦。这不能拆。对，它不能拆耶，它就是一组这样子在那边，就是不能组装啊，定型在这里。好看也是不好用，因为它也要插头，然后它就是一组这样子，有点可惜。如果可以组装就好，不然这个其实摆在帐篷里面挺美的。好，那他们如果他们的灯有搭配电池板的话，我觉得最好不过了。这露营灯啊，很像传统煤灯的造型，可调灯，室内户外皆可，1390。好，看一下，不错哦，你可以参考看看这个，它可以调光，这可以吃电池哦，这个有吃电池，很好，不错。就是露营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灯是最好都是不要再额外就用到插头了，就是有吃电池。那你会觉得说啊，吃电池好麻烦了，又要买电池。你可以用那个充电电池啊，嘛就固定买个12组充电电池，然后轮流在那边充这样子，然后露营出发的时候就 OK 了这样子。不用插金，29块很便宜，新品哦。难怪我觉得跟之前的质感摸起来不太一样，跟以前的质感摸起来不太一样，而且它这个他说是新品哦，它上面的花纹比较纹路有明显，以前的没有，以前是就一块布白白的嘛，可是这上面有花纹，不知道这样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，而且红色线比较淡。新品，再来一定要买的是这个碗，这个17公分，然后它的盘子，它这个碗，它虽然是说碗，但是我们其实都把它当做生盘子来用。然后它的底色它是有点浅灰色，然后边边是深蓝，就感觉很法式田园风。然后它这是珐琅材质，就是摔不破啦，摔不破。哦，对，就这。这个是23公分，129，对啊，它就跟刚刚那个碗是同个款式的，这个我们家也有了。然后它的浅度，它就是比较平嘛，它比较浅盘，很适合装大块的肉啊，会比较有立体感的那种菜。很适合装这样子。好，奶泡器，这个奶泡器，这个我有买，才35块钱。然后要放2颗3号电池。好啦，这个托盘看一下哦，这托盘729，这托盘其实不错哎，很适合露营。就2个盘子，竹盘，这是竹的嘛？对，这是竹的材质。然后它这个托盘，它这边可以收，哎，这样收起来，
哦，不错哦。可是骑了久，我还要再观望。或许等它打折还是出清的时候，我会来买吧。因为骑了久其实是有一点点，价格有点高。下面架子可以因为容量而做个变化，这样子最大的跟最高的这样啊，还不错。然后假装摆设一下，它好薄哦，49块。这里面可以当点心碗，就是比如说上面有麦片，下面有一些果冻啊，奶，我刚刚讲的奶酪或者是优酪优格之类的这种。可是这好像会掉哎，279蛮便宜的，一种永恒而时尚的饮料口味。它这个没有办法密封，它只是不要让灰尘跑进去而已。那这不错哦，好，这个托盘我们家也有买，这个托盘是竹的材质，199，我都会在上面放盘子啊、碗啊。甚至在铁篮子里面这样子，可以保护篮子里面的东西或者是碗盘这样子。这个托盘不错，9瓶冰镇桶799，小贵。那我是买塑胶的，你在虾皮买的，我是买塑胶的。那塑胶有个缺点，就是挤压的时候就容易坏掉这样。好，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冰桶。这个浅灰色的，很简单，然后摔不破。买149很便宜，我们家有两个，就买两个啊，这个加一哦。好，这里杯垫也很便宜，有39块的，还有49块的，还有这个喝 espresso 的小咖啡杯。看万用毯 ，IKEA 的万用毯真的很多种款式，而且颜色也蛮多的。然后像这种白色的，而且蛮大的哦，130×170，499。这个拿来放在双人椅啊，或者是躺椅，其实都还蛮好看的。这个如果双人椅铺上去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对，没有问题，而且可能还会碰到地面。然后呢，我看到一个还蛮好看的，也就是这个。啊，那啊呢，万用毯130×170，这个啊，原价799，现在350，怎么变那么便宜？啊，这个原价1299，现在变790，新年精选。其实它整体看起来是这样子的，蛮好看的哎。因为它这个颜色跟图腾我都很喜欢啊，就是基本款的颜色嘛，米色跟黑色的相间，而且是三角形的图案，就很简单，不花俏，然后也很好搭配录影的风格。这样子应该就是非常百搭，350哎，哇，那么大，对，这好大哎。这个鞋架，我看过有 YouTuber 拿去录影用哎，然后他们是说上面就不能再放10公斤以上的东西，因为它会变形。这一个是不错的，可是它不能拿来做烧烤的动作哦。对，这个文具收纳盒很可爱哎，好，它是这样开的。我是把帽子放在里面。这好像百宝箱哦，这个里面。这个其实可以放一些，这刀子铁锤应该放得下去吧？可是我觉得，虽然看起来很可爱，但是它这个地方。很占空间哎，就这个地方，光这个就很伤脑筋啊，是蛮可爱的啦，但是我觉得看看就好了。洗衣篮哎，这洗衣篮其实很好看的呀，看一下1290，好轻哎，可是它不适合带去露营，因为它不能收。那露营的露营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家都在常用的一个。那个就是有一个木架，然后中间一个网袋这样子，
我可以截图给大家看，那个是录音美学里面必备的一个家具吧，录音的家具。好，再看其他的，这个真的很好搭。这个我们家有了，这个、对，我们家有了，这个可以挂起来啊，399/199。啊，这个是磁铁的哎，这个是磁铁的，客厅这样的出入门口的那个衔接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可以放199，很便宜啊。而且这种东西就因为它便宜，就不要怕那，就不要怕它脏，而且不需要常洗。平织地毯，对，我上次就是买这个，我就买这个把它放在那个客厅帐跟寝室帐之间，或者是客厅帐的出入口。499，去年售价599。我看很多韩国的露营的 YouTuber， 他们整片地毯都带这种哎，这种短毛的毛绒地毯，真的太强了。因为这种东西，这种地毯收起来是空间占了很大一部分了，这个收起来真的很厚，更何况这个才几，这多大，55×85公分这样哎，那个什么帐篷里面的都200-300公分，不就更大？真的觉得他们太强了，局部的放在客厅帐或者是寝室帐里面应该也是蛮好看的。我刚刚有提过了，那如果你帐篷里面想要放一些仿真的植物啊、花类啊、树叶类、树枝类啊，那这时候花盆就非常重要。那像这个是新品，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看的，179，这个179，这种藤编类的，这蛮好看的，铁皮色这种。有点小，哇，19块而已。好，那这边很多仿真植物，那这么多仿真植物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基本款下手。比如说我找一下，像这个其实很好搭，像这个这样就很好看，你的露营层架上面啊，或者是camping bar 上面啊，都很好看。你看那叶子有绿有白，很可爱，就看起来像真的一样。这个我影片常常出现过啊。好，还有这盆149，这盆也蛮适合的。这其实放在家里啊，或帐篷里面都很适合。好了，走吧。那今天看到好多新品，也跟大家介绍好多很适合露营的小东西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，逛的都满意。那就这样子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人，拜拜，拜拜。